行脚活动的迷人之处是什么？是热情的交流。透过弯声乐团的行脚活动，我们的音乐家们把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跟专注推广到台湾的许多角落去。在这些角落的观众们，他们在聆听弯声的音乐的时候，他们也回报以热情跟满意的微笑。行脚活动去哪里呢？观众的欢呼在哪里呢？我们会去山里面的小学操场，我们会去海边庙里的庙城表演，我们会去公园里表演，我们会去医院里表演。在这些地方，音乐家的热情跟观众的热情互相交流，在音乐厅里面只能够正襟危坐，在行脚活动里面的观众非常的自由，你可以一边嚼槟榔一边吃便当，你可以一边把手机拿起来拍照跟分享。这一些的感觉跟体验跟音乐厅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音乐厅里面，音乐家离观众的距离是非常远的，但是在行脚活动里面呢，观众跟音乐家就只有10公尺的距离而已，所以观众是掉眼泪，是开心，音乐家们全部都感受在眼里跟心里，观众也完全感受到弯声音乐的魔力，近距离发生在你眼前的魔力。所以在行脚活动里面，大家都自由自在的。这个时候呢，音乐的音符就像是一颗颗的糖果，自己飞到小朋友的手里，所以小朋友当然就非常开心哦。所以这样子的互动是在音乐厅里完全感受不到的。当初乐团在规划行脚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脑袋瓜里想到的都是千辛万苦，都是舟车劳顿，我们把行脚活动呢当成是一个修行。可是在过去这两次走下来之后，我们每次去回想，我们都会发现，其实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那些欢呼，都是那些微笑，都是那些拥抱。这几件事情不会是在国家音乐厅里面会发生的，只有在行脚才找得到。台湾人很热情，这些热情就像是一颗颗的宝藏一样，弯声的音乐家就带着他们的乐器，就像是带着他们手上的圆锹，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去挖掘这些宝藏。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现人心之美。每每想起行脚，我们都问我们自己，我们留下了什么？音乐是无形的，可是那些欢笑、那些欢呼、那些热情，永远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今年的4月18日，弯声的行脚第三季又要出发了，我们将去嘉义及澎湖地区，我们非常欢迎你到现场来加入我们。也欢迎你在脸书上随时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等你来参与。